这里不是影室吗？可是怎么越走人越少了？这里的暗道四通八达，很难辨别列娜到底去了哪里，麻烦了。小橘子姐姐，提奥，提奥是希泽尔的人，他出现在这里，难道希泽尔已经知道了我的计划？小橘子姐姐，你不要紧张，我这次来并非受到车神大人的受命，是我的同伴告诉我你出现在影室，似乎是在找什么人。小橘子姐姐，我是来帮你的。提奥，我没有在找人，也不需要你的帮助。小橘子姐姐，我知道你不相信我，但是这次我是真心的。其实在决斗场的时候，我并没有全都在骗你，我从小就在影视附近的贫民区长大，也的确参加过熔炉决斗。在我遇到小橘子姐姐之前，我的母亲得了重病，急需前来治病，我也是逼不得已才参加了熔炉决斗。那次我虽然没有遇到斯文塔，却也遭遇了他们的联合针对，我输了比赛，受了重伤，也背上了一辈子都偿还不清的债务。是车神大人看中我在影视的消息渠道，才出手帮助了我。哼！我后来经常在想，如果我参加熔炉决斗的时候真的遇到了小橘子姐姐，是不是我的一切都会和现在不一样？不过现实就是现实，不应该存在任何妄想。我很清楚我现在选择的道路，我需要帮助车神大人废除这不平等的一切，但是我唯一觉得亏欠的就是小橘子姐姐你。小橘子姐姐，至少请让我再帮你带一次路。提奥，你知道狼来了的故事吗？你欺骗过我，所以不管你现在怎么说，我都不会再相信你。小橘子姐姐，虽然希泽尔大人可能对你做了一些过分的事，但是希泽尔大人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人，如果没有他和女王陛下的坚持，像我这样的平民一辈子都不会拥有参加熔炉决斗而改变命运的机会。希泽尔大人是一个伟大的人，他给所有像我一样的平民种下了一个希望，是他教会了我们，我们也可以和那些光鲜的人一样生活。你既然不敢轻易涉足，你又能帮到我什么？我发现小橘子姐姐在跟着那个人之后，就暗暗让朋友帮忙留意他的路线，这种四处都是岔路的位置应该会有他们留下的记号。哎，找到了，刮开这层伪装就可以看到了。这个图案是什么意思？这是影室最深处一个避人的角落的标志，那是全影室最危险的地方，就在前面不远处，我跟你一起。不用了，提奥，既然就在前面，我自己过去就好。小橘子姐姐，我还可以有重新成为你的伙伴的机会吗？提奥，抱歉，我一时半会儿还是无法原谅你对我的欺骗，但是我也不愿意看到你轻涉险境，所以你送到这里就好。至于以后的事谁也说不准。你刚刚不是说你在影视附近长大，很熟悉这里的地形吗？如果你能画出一张刚刚那个图案代表区域附近的甬道分布图，我或许可以重新考虑一下。没问题，小橘子姐姐包在我身上。啊，所有的通道都在这里了，清清楚楚，分毫不差。今天谢谢你了，提奥。哎，都是我该做的，小橘子姐姐。说起来，你还记得我给你的那张借条吗？那张纸条上的所有信息全都是真实的，这一点我并没有骗你。如果你以后遇到了危险，可以去那个借条上的地址找我，我一直都在。
先核实一下提奥的这张地形图吧。影视最深处的地形果然错综复杂，如果不是提奥给的这张地图，我都不知道这里居然还有这样几条甬道。列娜来影视的最深处见的人一定非常危险，如果一会儿遇到麻烦，就通过这几条甬道逃生吧。现在让我来看看列娜背后到底是什么人的指使。一切都像预料中的那样，他们冒用亲王的名义约列娜来到影视，实际目的却是尾随列娜而来的小橘子。他们布下了层层埋伏，这么大的阵仗怕不是和维利尔彻底决裂了，看样子列娜也会被他们处理掉。跟紧他们，他们把小橘子带到实验据点后第一时间通知我，不要打草惊蛇。今天的熔炉决斗，让我们一起为维利尔送上他王室生涯的最后一份大礼。刚刚那个手臂上有刻印的骑士应该是往这边走了。所有骑士在被任命之前都会受到严格的检查，绝对不会在身上留有刻印。那个人显然不是维利尔舅舅的骑士，他来皇宫是想做什么？谁给你们的胆子？谁给你们的胆子，让你们居然敢在这种时候以我的名义约见列娜？列娜是维利尔舅舅的人。亲王殿下息怒，别气坏了身子。列娜不过是个小角色，由她出场的熔炉决斗结束之后，她也就没了价值。但是，若能用她引出那个一直在追着我们不放的小姑娘，不也算是废物利用，解决了亲王殿下您的后顾之忧吗？是伊甸的人，维利尔舅舅居然在皇宫里公然约这些人见面。后顾之忧？笑话，谁允许你们在特洛伊城区内对女王的行政官出手的？你们真是越发胆大妄为了。一定要抓走小橘子。亲王殿下，您放心，这次我们一定做得干干净净，绝对不会留下任何尾巴的。伊甸的人想要对小橘子下手，小橘子身上拥有不为人知的 Q-Speed， 如果伊甸抓走了小橘子，对于流火甚至飞车大陆都是灾难，到时候将会是一场不可预料的灾难。不行，这件事一定不能让伊甸得逞。可惜我现在被关在行宫，失去了全部的对外联系，来不及联系哥哥了。列娜果然在这里，她旁边的那个人看起来可不太像是客户的样子。你是什么人？能出现在这里的自然只能是来和你交易的人。前几次亲王殿下派来接头的人可不是你啊。亲王殿下，果然列娜就是那个潜伏在希泽尔身边的内鬼。但是列娜的比赛刚一结束，亲王殿下就约见列娜，是想干什么？之前是不是我并不重要，只要你知道你见到的最后一个人是我就可以了。还很警觉吗？不过晚了。你们根本不是亲王的人。维利尔那种自以为是的老古板，要不是为了龙晶能量和特洛伊的 Q-Speed 能量，谁愿意跟他低声下气？等我们拿到想要的东西，下一个要送走的就是维利尔。但是很可惜，你等不到那天的到来了。
这种难度的话，这笔酬金可真是亏大了。幸亏我早有准备。他们不是亲王的人，难道是有人冒用亲王的名义引诱列娜出来，目的是为了灭口？不行，我不能让列娜死在这里，这样我们的计划就功亏一篑了。我得救下列娜才行。住手！今天的主角终于登场了，也不枉我们演了这么一出戏。什么？那个小姑娘在那里，这次可别让她再跑了。这些人什么时候？原来你藏在这种地方呀，我们可是等你很久了，你终于来了。等我？拥有 Q-Speed 的纯正实验品终于到手了，这下我们的组织得以长存。你跑不掉了，来吧，到这里来，我们带你去一个没有痛苦的伊甸乐园。你们是伊甸？怎么回事？是电源被人切断了吗？啊！嘘，原来还有同伴啊，但是没关系，你们一个都逃不掉，你只能属于我们。来吧，来美好的伊甸乐园，和我们一起去一个美妙的新世界吧。别怕，跟我走。库洛提卡，你怎么在这里？把他带走，其余的人杀掉，把现场做成车祸，手脚干净一点。库洛迪卡，你怎么在这里？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上车，我带你离开这里。我都说了，你们没有办法离开这里的，不要再挣扎了。放肆！好好看清楚我是谁！我以流火女王的名义命令你们退下。原来是女王陛下啊。终于，是时候该去熔炉决斗场了。今天的时间好像比往日都漫长了许多。没关系，我等了19年，也不怕这一时片刻。维利尔，我们这场延续了19年的争斗，将在今天分出胜负。你也终将为你当年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今天过后，流火将不再有维利尔家族存在的痕迹，就像这张照片上那样。哼，一切都刚刚好。希泽尔，情况进展顺利，但是你的妹妹突然出现在了现场，现在他们两个人正在一起被伊甸追捕。希泽尔，熔炉决斗就快开始了，不能再让他们耗下去，要不要我去帮伊甸捉？啊，库洛迪卡，希泽尔，你不会因为你妹妹出现在这里就动摇了吧？库洛迪卡，从19年前
就一直陪在我身边。哥哥，这个送给你。无论发生什么，我都会和你一起承担，哥哥。希泽尔，希泽尔，你在听吗？伊甸现在出动了近十辆赛车，对他们进行追捕。你保护好他们两个。什么？你保护好他们。希泽尔，你知不知道这样会破坏我们这么长时间的全部谋划？这么多年来，伊甸就像是一条阴毒的蛇，从不留任何痕迹。这一路我们做出了无数牺牲，如今好不容易把他们引出来，眼下最好的情况就是放任不管，让他们抓住小橘子。月，我命令你保护好他们。希泽尔，你想背弃我们的约定吗？我不会背弃约定，但是计划有变。月，我命令你不计一切代价，哪怕暴露自身存在，也要给我拖住那群疯子，直到我赶到现场。你所有后果我会一力承担。真是没办法。库洛迪卡，他们追上来了。得想一个可以甩开他们的办法才行。我熟悉这里的地形，前方20米有一条隐蔽的小巷子。库洛迪卡，我们走那边。原来流火女王也是一个赛车好手，比起希泽尔恐怕也不遑多让。你们兄妹两个还真是深藏不露，可惜啊，没有用的，今天没有人能救下你们两个。未必。埋伏，他们这次到底出动了多少人？看来你们对这里的地形很熟悉，但是这也于事无补。放弃挣扎吧，你们逃不掉了。库洛迪卡，现在怎么办？恐怕这次不能如你们的意了。伊甸乐园。这个声音是月。哎，今天还真是有意思，惊喜一个一个自己蹦了出来。这个失败的实验品，
看来这次也可以一并销毁了。你脑子坏掉了，怎么开始说起胡话来了？我倒想看看，这么多年过去，你们这些渣子能有多大的劲意？我们新仇旧恨一起清算。月，你怎么会在这里？你为什么要帮我们？少自作多情了，我可不是来帮你的。流火女王，我来拖住他们，你还不快走？几年不见，你怎么成了流火王室的走狗啊，月？哼，指责别人之前，还是先照着镜子看看自己吧。流火女王，你尽管向前开，不要回头。我的任务只是掩护你离开。你是？哥哥难道对这一切早有部署？快走，不要分心。帮你们拖延一会儿而已，难道你们以为你们真的能侥幸逃脱吗？当然可以。你既然还有余力，既然如此，我也只好让你彻底留下来了。库洛迪卡，当心，他撞过来了。就凭你们？多人都来搅局，不好，特洛伊的赛车手来了，这样会暴露我们的存在。今天先放过你们，但是那个小姑娘我们势在必得。哥哥，你不应该在行宫里吗？我不是告诉过你，你只要好好待在行宫里，其余的我通通会去解决。我在行宫里看到了一名手腕上带着刻印的奇怪骑士，然后尾随着那位骑士撞见了维利尔舅舅和那些人争吵。他们说伊甸的人正在对小橘子下手，情况危急，我便从行宫中赶来阻止。仅仅是因为小橘子？库洛迪卡，你要知道我们在做的事事关整个流火的未来，为了那个伟大的目标，没有什么是不可以牺牲的。哪怕是你认为重要的朋友，你是流火的女王，怎么能因为这点小事就轻涉险境？但正因为我是流火的女王，我才有我必须要去做的事。小橘子身上有 Q-Speed， 一旦伊甸的计划成功，他们的研究会因为获得了 Q-Speed 而突飞猛进。一旦伊甸发展起来，到时候流火必将大乱。我身为女王，怎么能眼睁睁看着我的子民陷入危险？可是我所做的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流火的女王。如果没有了女王，我做的这一切又有什么意义？哥哥，
你时常说，胜利才是你重新回到流火之后唯一的意义。但是，总有些事对我们而言比胜利更重要。对我来说，流火的子民是比胜利、比我自己都更为重要的存在。库洛迪卡，库洛迪卡，你醒醒，库洛迪卡！希泽尔，你冷静一点。库洛迪卡应该是精神紧绷太久，又受了剧烈的冲击，暂时昏迷了。19年前，我失去了骄傲，失去了身份，失去了母亲，失去了所有我珍惜的一切，但只有他一直陪在我身边，只有他才是唯一比胜利更重要的存在。我绝不允许有任何人设计把他卷到危险之中。库洛迪卡被算计，守株待兔的伊甸，突然出现的月，及时赶到的希泽尔，今天到底是怎么回事？今天伊甸原本的计划是想以维利尔亲王的名义将列娜约出来灭口，顺带把调查列娜的我一并抓走。维利尔亲王知道后，故意把消息透露给库洛迪卡，所以库洛迪卡担心伊甸的势力难以控制，才会情急之下亲自出来阻止伊甸的计划。而希泽尔为了保护库洛迪卡，不惜暴露月和自己想要调查伊甸的计划，甚至自己受伤也要保护库洛迪卡。希泽尔真的很珍惜库洛迪卡这个妹妹，她好像也没有那么不近人情。但是在危机关头，月出现在了附近。听他之前的话，显然他和希泽尔关系匪浅。难道希泽尔提前知道伊甸的计划？所以希泽尔从一开始就知道我在偷偷尾随列娜，又派月在暗中跟着我。他是想保护我的安全，查出内鬼，还是为了用我炸出伊甸？我们先送库洛迪卡回行宫休养。怎么了？希泽尔，你引我来流火是为了利用我身上的 QSB 的能量引出伊甸，对不对？我和兰恩的行动是你让人引维利尔的人过来，目的是为了让伊甸发现我身上的 QSB 的。而这次内鬼事件也是你故意为伊甸创造一个对我下手的机会，对不对？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算计，对不对？我女王陛下可平安？女王陛下自然无恙，只是受了些惊吓。但是亲王殿下这个时候才到，未免太迟了些。我听闻女王陛下遇刺的消息便急忙赶来，但在来的路上截获一名可疑人员，耽搁了些时间。经过交手，发现他的身上写有流火封禁的人工 QSB 的芯片。月，
斯本塔手腕上的那个刻痕，难道斯本塔是库洛迪卡在行宫内看到的骑士？库洛迪卡的出现是维利尔设计好的？我怀疑这个人就是当年流火境内人工芯片惨案的漏网之鱼，对女王陛下心怀怨恨，所以想要当街行凶，将他压下去好好审问带走。女王陛下遇刺受惊，来人将女王陛下带回行宫休养。我现在几乎已经确认了维利尔背后的人就是伊甸，这样说来爸爸当年也是被维利尔和伊甸追杀的。关于爸爸的下落的目标已经十分确认，眼下我又被伊甸盯上，处境不妙，这个时候最安全的地方要数库洛迪卡的行宫了。等等，我身为女王的行政官，还是由我来护送女王回行宫吧。行政官，女王陛下就交给你了。不用你说我也会的，毕竟女王陛下之前是真心待我的。看看你现在的样子真是狼狈呀，希泽尔。维利尔，你我之间的恩怨，你不该把库洛迪卡也牵涉进来。车神阁下，祸从口出，闹出这么大的乱子，你真该庆幸自己还活着。可惜熔炉决斗后，按照惯例你将失去你所拥有的一切。失去一切？我看未必。伊甸大张旗鼓地在特洛伊城区显身，公然对女王下手，亲王殿下还真不愧是当年处理伊甸案件的英雄。伊甸的余孽在刚刚已经被我抓捕归案了，他当街使用人工 QSB 的芯片，意欲对女王不利，本王的确应该从严处理。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当一只蚂蚁从堤下爬出，或许整个河堤都已千疮百孔。希望亲王殿下已经抓捕干净了所有的伊甸余孽，不然亲王殿下恐怕也承受不起流火子民的怒火。哼，与其担心我，车神还不如担心自己车厂的存亡。或许他的确有本事在决斗场上战胜斯本塔，为你扭转局势，可惜现在你连最后一张底牌都失去了。我倒想看看你整个车厂还有没有人可以帮你战胜斯本塔，赢下今日决斗的三连胜。亲王殿下过惯了养尊处优的日子，贵人多忘事也是在所难免，不如就让我来提醒一下亲王殿下。特洛伊车厂真正的王牌从来都是我，车神希泽尔。我将作为我自己的骑士亲自出场。胡闹，熔炉决斗从没有过这样的先例，但也没有这样的禁令。亲王殿下，流火没有任何一条法律规定某人不能成为自己的骑士，只是因为你们这些养尊处优的人习惯燃烧别人的生命为自己谋取利益吧。主帅亲临不过是将死之局下的垂死挣扎罢了。哼，牌局之中每个人都可能成为手牌，只是不知伊甸这张不听话的手牌亲王殿下还能控制多久？19年前，我就说过，你终会为你所做的一切付出代价。代价？被拔了牙的狮子，也是时候该彻底消失了。那便试试看，
一个小时后，熔炉决斗场，我拭目以待。秦王殿下，西泽尔亲自参加决斗场，斯本塔绝对不会是他的对手。要不要我们帮殿下分忧？笑话！你们还嫌你们惹下的娄子不够多吗？那个女王行政官根本就是西泽尔用来引诱你们的鱼饵，而你们就这样不顾我的命令，自作聪明的一口咬了上去，是不是生怕西泽尔掌握的信息太少了，不够把你们一网打尽？秦王殿下这话未免就太不讲情面了，我们也是想尽快拿到 QSB 的能量，进一步发展芯片技术，为秦王殿下夺下流火做准备。到底是为了我，还是为了你们自己，大家都心知肚明，趁早收起你们那点心思。今天开始，直到西泽尔彻底从流火消失，你们不允许再靠近龙晶湖半步，也不允许再公然出现在其他人面前，否则后果自负。已经没有时间了，再不在芯片研究上有所敬意，我们也是自身难保，看来是没有继续合作的必要了。 QSB 的我们志在必得，秦王大人，你自求多福吧。你们终于来了，我等待已久。可惜啊，这是你留在这个世界上最后的声音了，特洛伊车神。每一名流火皇室的子弟都理应维护流火的声誉和传统，若是有人的存在天生就是对流火皇室的玷污，那么这个污点就不应该存在。在我被剥夺身份逐出皇宫的那些日子里，我时常在思考我生存的意义是什么。是那些普通而平凡的人赋予了我新的意义，我的意义是胜利，是希望，是为库洛迪卡修正这个扭曲的流火，而特洛伊将是我最强的武器。从我父亲去世的那一天开始，哥哥就是我在世上唯一的亲人，我可以为哥哥做任何事，但是我是流火的女王，我有必须要去承担的责任，我要对流火的所有子民负责。我和伊甸乐园之间是长达十余年的恩怨，只要我还活着一天，我都会致力于让这个组织彻底消失，然后让赛车这项运动回归最本质的乐趣，实现我和他曾经的梦想。